都订婚了，还跟我装贞洁烈女，老子今天就办了你。厕所打灯笼，找死！操！这，哎，哎啊！你怎么随便打人啊？还有没有王法啊？唧唧歪歪像个娘们，老子就是王法。早知道今天出门会踩狗屎，我就应该换双鞋。臭代驾，敢扫老子兴，今天老子送你上西天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古神，送你一件神器，祝你逆袭。神经病啊！他真的是神？不对，一定是幻觉。鸡蛋碰石头，不自量力。不是幻觉，真有法器啊！啊、没死透，老子今天好人做到底，早点送你投胎。我可要动手啊！这什么不发跳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把他破坏一下，那本事也动手。臭代价还会变戏法？孙大圣把金箍棒借给你了。楚天集团大小姐林可人，她身中情毒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他。情毒？林小姐，多有得罪了。下流。刚才的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小姐拔掉你的舌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不能对我客气点吗？我的金箍棒呢？天庭法宝不宜久借，不过你还可以借新的法宝。老子的女人也敢碰？这就是你说的法宝，一个香蕉。傻狗，拿根香蕉在这糊弄你大爷呢？爷爷，我今天让你把香蕉好好加工一下。什么鬼神仙？你耍我？这可是今年天庭最流行的香蕉电棍，是大爆丸。这法器可比腹肌帅多了，连香蕉都那么牛逼啊！有了它，我还干个毛代价？哼！
喂，宝贝，你喜欢那个包，我们明天就全款拿下。你就不怕他突然回来呀？他最好现在就回来，反正人家早都想和他摊牌，让他滚蛋了。马上人家早就收购那条野狗了，他就是个广场的头颅，欠抽的玩意。狗耳朵真是灵，才提到你的狗名，就迫不及待跑回来了。青莲，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月薪3000的穷逼，还好意思说养我？马少，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，真他大爷的恶心！一个留下来当赘婿的废物，还说赚钱养他，秋碧。还是先拿你自己的钱去看看他。别用狗爪子碰我！真是烧红的钱，欠打的东西。老子是吴氏集团的少爷，你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跟我享受一个女人？你不撒谎要照照自己，实话告诉我，你每次出去开车的时候，我都是你老婆。操，想动手啊？来这儿。哦哟，咱俩是个怂货呀！你要说我们俩当他的面，哎，会不会刺激点？马上知道，你信不信我用生蚝就能打得你跪地求饶了？这是千年的生蚝，吃了它会力气大增。哎，你别让他吃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嘿。哎，那个真孝顺，他还给我补身体。那，我这么牛逼，我这该怎么办啊？让出现在把他榨干不就行了？送上西天。什么怪物？这是！哇！虚了吧？这样装？你叫啊！你叫啊！叫啊！做不叫了啊！做不叫了啊！别砸了，再砸个死人啊！三六度，滚！别让我看到你。怎么样，累吧？得罪了吗？你等死，穷逼！立刻给我滚出门！想死，你别拖累老爷。瞧不起我？明天我就让你跪下来向我认错。我有法器在手，不信有钱人不买账。这群妇人都瞎了眼，一个个连我的面都不见。这雪茄千金难买，刚好林勇酷爱烟草，拿下它我不就发财了？就算林勇不卖账，林可人也得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哼，青莲，你就等着给我下跪吧。哪来的几个啊？这没有泔水，滚远点。你谁啊？说话客气点。连我你都不认识？我管你是谁，我是林董事长的贵宾，让开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爸，这小子愣头愣脑的，我这绑给他赶走。惹到大少爷了。听说楚天集团林董事长酷爱烟草，我这里啊有上等货，林董事长开条试试啊。就你这能有什么上等货呀？保安，敢在我的面前大放厥词，把你的雪茄拿出，要是拉下，
我打断你的腿。没问题。如果我拿出的是上等货呢？我给你50000。要是上等货，我出20000买了。你还是快走吧。我的货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要走？对了，昨晚。爸，我觉得这雪茄应该不错。我只是想关心一下他的身体，他不会以为我想威胁他吧？是。保安，打断他的腿。这是极品烟草，这一定是大人物，还不请客人进来。请贵客上灵府上座。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否则我割掉你的舌头。够野蛮，我喜欢。聊半个钟头了，不会再说昨晚的。干什么？你看爸的表情，明显我准备纵难要饭了。小有相赠，那我自然是要谢了啊！客人，爸，送贵客。你刚才都说什么了？你别这么急躁，我们只聊了烟草，昨晚的事儿我一个字儿都没说。你爸这么喜欢我？这次见家长你成功啊？什么见家长？我们都那样了，肯定是先见家长再结婚啊。下次别来了，再来我对你不客气。好歹我救过你啊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你救我？你觉得自己像好人吗？昨晚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一直都那样救人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要是救过我，我以身相许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有神器在手还怕没机会再救你一次？哼，林可人，等着我吧。200000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哎呀，可是神仙为什么要帮我呢？因为我是你的前世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天上呢，虽然你有了神器，但切记不可为非作歹，这既是给你的考验，也是我的考验。你放心，我本来就嫉恶如仇，只是以前能力有限。我要逆袭，更要惩恶扬善，这样也能让林可人高看我一眼。可人今天怎么想着见我了？昨晚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有人说昨晚救了我。昨晚我不是在跟你谈合作喝醉了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你这脾气也该改改了，反正我们迟早订婚了，何必计较这些？下车。下车。哦哦。我先从你弟弟下手，明天我让你乖乖投怀送抱。你个败家子啊，和人打赌都能输100万，我楚天集团迟早被你败光了。老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他和姐夫是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的呀。这是怎么了？自己问他。你跟姐夫说一下，快让他朋友把钱还给我吧。你又跟于谦混到一起了？姐，我不管，别找我。爸，滚！
有钱的感觉真爽、啊。喂，是我，林客人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？我爸最近心情不好，昨晚一夜没睡。你还有什么宝贝都拿来，只要我爸开心，钱不是问题。行，我马上就到。姐，不好了！又怎么啦？爸，爸快不行了！爸，爸你怎么了？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？当然记得，我姐等候多时了。走吧。醒吧。知道真相了？不用去吗？是你。林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脸问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害我爸？陈医生都无力回天，你到底下了什么毒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下毒啊。还装傻？陈医生已经验过了，这烟草剧毒无比。姐跟他废什么话？给他点苦头吃吃，给我吃。这烟草没毒吧？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溺死，我还不能死，还不快把解药交出来！这贫民窟的垃圾，把解药拿出来，可以考虑给你买一块墓地。先给我松绑，我这就拿解药。给他松绑。你还敢耍我？你这是绿豆同时磨盘，自讨苦吃。爸爸先交出解药再走。啊，杰士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没什么，他们求你办事，就这态度，你给我拿捏他们。我都快死了，你救我啊！什么前世？快点把解药交出来、啊！你什么都没有，你耍我！该死的命好歹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我当回月老，把你的魅力全部激发出来，帮你抱得美人归。姐，你这是哪儿来的野狗，敢在林家下毒？林可人，你是你？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要你的命！哎，拿去，你先吃。这药贩子根本不知道谁下了毒，哪来的解药？爸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这个救命人了？还不快拿几百万感谢感谢我？毒是你下的，还想让我谢你？哎，笨蛋，肯定有人在雪家里面下了手脚。你表示表示，我就帮你查明真相。姐夫，快帮我揍他，帮我爸出口恶气。你这么慌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你血口喷人，臭小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他是实施恶人，给我狠狠的揍！是啊，痛快，继续打！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早知道今天要踩狗屎，就换一双鞋。嘿，
你敢打我姐夫，把你的猪蹄子拿开！哼！我知道你救过我，但你害我爸，绝不放过你。姐，爸，姐，姐她死了。爸，姐她死了。于天，你是她自己撞过来的。看，嫂子这双眼一直把你当继承人培养，死得更好。你说什么？没，没什么。滚！滚！都是你，今天别想活着走出林家。老子要救人，没工夫跟你闲扯。你一个社会底层垃圾，凭什么救人？吹什么牛逼？闭嘴！只要你能够救活可人，条件随便你开。做善事有什么回报？这马甲是用龙鳞制作而成，穿上它，仙气在体内高频穿梭，一切损伤都能快速修复。王母娘娘为了抱恙，天天穿着它睡觉。一张小破纸也能救人？无知，这是复活甲，只要它没完全断气，贴在身上就能复活。天，抓起来，直接扔到海里去！连队，既然于谦是十世恶人，我把他搞垮，取而代之，岂不是既能逆袭，又能惩恶扬善？王炸！于谦黑白通吃，这些年积累了不少人脉，势力强大，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那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洛奇，听说你傍上富婆发财了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。你等我一下。想吃回头草？哼，既然于谦不好对付，我就从这种小角色开始下手，一步步惩恶扬善。金莲啊，这是对你最轻的处罚。明天啊，你就会变回来。哎，天亮之前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老吉，等我变回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样，我没给古神丢脸吧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气场好像不太对啊。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来兑现承诺。什么承诺啊？我忘了。行了，我们谈谈吧。怎么又开始装正经了？实不相瞒，我刚被人甩了，不是真心待。我也不想要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？你救过我两次，又没趁人之危开条件，所以我……怎么了？于谦恐怕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楚天集团可是江城顶级财团，你们怕什么？这些年公司一直在亏损，为了保住家业，我爸才让我跟于谦联姻。于谦作恶多端，我帮你除了他也是帮我自己，更是帮江城所有老百姓。相信我。不是，我说你不是找那个姓骆的，他怎么给你下药？还像母鸡一样去公园下蛋？老少，人家也是受害者，你替人家出气吗？我替你出气，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洛基啊有什么本事，我怎么……嗯，有了。
你肚子里真有法器啊？于谦在我眼里啊，就是个屁，不足畏惧。这太好了，我终于能摆脱他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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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到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的女人你也敢碰？弄死她！我就给吴氏集团投资。废物，一把资质枪把你吓成这样。于总，这不是普通资质枪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你大爷，疯了！姓骆的，今天我就去于总叫你跪着。这是什么？变成药水。现在马户就是狗打主人，乱来了。好玩，你看你的狗眼，自己在那儿呢。哎，没劲。我要看猴子偷桃。好的，好，于总。胡闹，真是胡闹！于谦已经决定撤资了，我们林家完了。伯父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于谦不再提，就不敢撤资。罗公子啊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是你知道于谦是什么人吗？我原本啊，我是想先骗到投资，再跟于谦商量悔婚的事情。唉，如今只能向于谦认错了。只要他不撤资啊！不行。唉，小杰，送客。姐，别生气了，他一直把你当精神培养，肯定不会让你嫁给于谦的。楚天集团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我又算什么？他怎么在这？他怎么在这？爸知道你不会低头，让我把你引到这儿。你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放过我？先坐下来，陪我喝一杯。让林小姐站着喝吗？怕酒有毒，有你亲弟弟在怕什么？再说我也舍不得呀。姐，喝了这杯酒姐夫就原谅你了，再说这人来人往他也不会把你怎样。于总，今天是我不对。酒量这么差，怎么做我的女人？今天就让我好好调教调教你。被亲弟弟算计了吧？吴小姐，你臭贱！姐，你和姐夫迟早要洞房。老老都一样，怎么那钱区区那一百万我还能赖账？等等，我录一下。谁？你爷爷我。渣子，谁让你来的？既然他来了，就让他开开眼。你狗腿都跑了，你还不滚？我请未婚妻小酌一杯，为什么跑？喜欢喝是吧？我陪你喝。
你是不是想问我喝了你下了药的酒，为什么还不晕啊？我现在也算是个半神了，你以后再敢动他的手指头试试。以后离林家人远点，并且继续追加投资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威胁我？你敢打我？我要撤资，你也别再这么狗屁上演了，等着要饭去吧。小杰，药呢？你怎么不见药？他有心脏病，快救救他！林可人，他为了100万出卖你，你还这么关心他？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就救他一命。你把心脏病转到他身上去了。你现在给我1亿，我就考虑救你一命。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没办法喽。等等，不给，不给。支付宝到账1亿。快，快救我！你大爷！你敢耍我！这可是人间难寻的良药，吃了它保证药到病除。姐，他这么求你结婚，管一管他。这玩意儿看着像大便，其实啊，其实他不是，其实他还真是。你，我去。哎，你闻闻，是不是有股板香味？洛基不会骗人，这肯定是好东西。王母娘娘常吃蟠桃，她家的农家肥啊，能强身健体，治疗心脏病当然不在话下。我话就说这么多了，信不信由你自己。你救过林可然一命，我就信他一次。可是，这神药在他鞋子上，该怎么办呢？嗯，于青转给我的钱都在这张卡上，有了这笔钱，你以后就不用再受制于人了。我不能要。客气什么，都是一家人。谢谢姐夫，姐夫大气。来，过来。我知道雪茄这毒是你下的，再让我发现你不老实啊。这真是洛基赚的。爸，这回你相信他了吧？哎呀，这钱虽然不多呀，但也能够帮公司解燃眉之急啊。别人啊，这洛基啊，今后可了不得，你赶紧去找他，叫他帮公司渡过难关。去吧。好。洛基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把公司交给你都不考虑我。哎呦，既然你瞧不起我，那我就证明自己比任何人强。老东西把公司交给洛基了。姐夫，你给我一笔钱，我另请门户。以我的才学，一定可以把洛基打回原形。回头我再把楚天集团送给你。就凭你，你还是快滚吧。你们都瞧不起我，现在把柄又在洛基手上。不能让他这么得意，我必须要弄死他。我的姐夫，
你现在在公司吗？在家？我去找你。谁把你伤成这样？你为什么不去医院？是于谦，他说他先杀我，再杀你。姐夫，你去收拾他，公司交给我。别救他，是他自己干的。还愣着干嘛？快救人呐！他无药可救。既然你死不悔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涂上真眼口红，你就不能说谎。洛基，你别闹了，我弟弟他……我不是你弟弟，从小到大，爸都跟宠着你，我早就盼着你死了。还有没有？我都得死，死了之后我才能继承公司。我，他人呢？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先把他送去地府改造几天再说，等我解决了于谦就把他接回来。于谦江湖不二，以远水喂养自己的副驾手，一个一个审判。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跑？我只要对于谦下手，我这么走了，于谦一定会放过我的。走。你还有点老，确实不会放过。现在落金一齐了，不用把公司给他，你可是被他抢走。你帮我出这口恶气，我包你飞黄腾达。我不是他的对手啊！得罪他就是得罪我。他不忍心杀你，但我一定会杀你。我这里找他，我不用你找我。今天谁都别想走。你放过我，那就一起死。啊啊啊啊啊啊、哎呀，不疼，继续。有本事你就捅死他。放开我！反正都是死，我得罪于谦，我死得更惨。你已经得罪了。快，打我！你不会以为他身上的伤会反弹给我吧？你这种人就是江城的蛀牙，三天之内滚得远远的。让他自生自灭吧。他可是十世恶人，那也太便宜他了。于谦，我会慢慢的折磨你。啊！难怪公司一年不如一年，原来是这个于谦从中作梗。现在他再也不敢动歪心思了。多亏了洛基，我老了，也该退休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楚天集团啊，就完全交给你了。过了今晚，你可就要忙了啊！好好，今晚必须玩个尽兴。哪来的电灯泡啊？等我一下。
哎，这里不欢迎你，快走。我是来投诚的。马虎让你来的吧？王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事。跟他没关系，是我骗他签个字。现在他无偿将公司转让给你，别那么小气。陆基现在可是个大老板，那几个女人伺候怎么了？他不是马虎，少来这套。你说的不算，陆基，我不是来破坏你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想加入我家？可以啊。陆基，说什么呢？如果你能把这水收回杯子里，我就让你加入这个家。这不可能，覆水难收。这怎么不可能？真拿你的眼睛看好了，什么叫做覆水也能收？看到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破鞋就应该留在垃圾堆，你现在就会弄脏我的地板。你们给我等着。不对，莫奇怎么突然像个神仙似的？他就是前世送的法宝，当然谁都能用。我们赶快生个孩子，明天就没时间了。你个臭代价，现在竟然爬到我头上来了，还抢走了我的女人。你不是跟马户一起跑了吗？马户是个懦夫，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你还入不了我的眼，有鬼。如果说我能帮你复仇呢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只想抢女人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宝贝儿，这次你可立了大功。只要拿到他肚子里的宝，别说是江城，就算是整个世界，都是我们说了算。呵呵呵，洛基，想不到你自己也会栽在女人手上。你有什么指示？有一条疯狗，肚子里有一个瘤，我们得帮他做手术。当董事长也能手术，那一定要通宵玩不够吗？唉，又要管理公司，又要想花招对付于谦，想想都觉得累。我自在惯了，地位突然飞升，肯定不习惯。你就让我玩够吗？我累了，那你背我。哎呀哎呀，洛基，你现在俗不下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想赚到废物？洛基，省点力气吧，你的狗命爷爷我今天不想要，我要你肚子里的法器。什么法器？我没听不懂。你跟猪八戒拜年？少说了。怎么身体动不了，拿不了法器？别跟这种垃圾废什么，快点动手。这就是法器，我于谦终于能出人头地，称霸全国了。我说报应吧。你叫到了没有？现在我们才是人间优势，快试试看好不好用。你也有今天。你也有今天。这是什么法宝？
别慌，他现在就是个傀儡，任由我操纵。雨欣，他让我试试。秦胜，你非得等到我死才信什么？有本事你先杀我！你以前没杀我，我现在怎么舍得杀你？想不想看他给自己做绝育手术？金莲，你别信他，他得到了法器，肯定会找别的女人。你快把他拿走！女人可是……你这么想多找几个人伺候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惜再空两女人，等我送他女朋友回去，看看能不能分清。是我把他抢走的，想报仇，冲我来！马上就到了。他连着丢了两个大宝贝，现在肯定没心情开心。身材不错，可惜穿的有点多。你别碰他！我们今天让你看点刺激的，现在已经看清楚了。阎王驾到！神仙靠山来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走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法器都被他们抢走了。我是神，不能直接插手人间事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可人，你怎么了？可人，可人，怎么了？可人，可人。才把可人交给你，他就疯了。你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错，我整个公司都给你了啊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先把我儿子送去，现在可能又慌了，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吧？啊！是雨欣，他抢走我的法器，用法宝夺走了可人的智商。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我之前背了于谦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都怪我！谢谢。怎么赎罪吧？可人疯了，法器被于谦抢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可是古神转世，这么点小问题也来问我？对啊，我是古神转世，法器没了，我有脑子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这么惨啊！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别怕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
金莲又搭上于谦了，他们联手抢走了我的东西。你法器没了？那我不怕我？我丢失了一个法器，又获得了更强大的法器。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不是想让我帮忙吧？哎，你不是有更强大的法器了吗？有风险的事情我不会做，就算有一点点风险都不行。过来。你给的条件我非常满意，成交。你心情不错嘛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的房子你住着还舒服吗？我逃到了鄂城，洛基还是找到了我。那算什么东西？我不怕他。你们还是太大意。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跟于谦抢走了他的法器，但是他的法器是神仙给的。除非你们诛仙，但是他现在找到了更强大的法器。他说我今天就会死，让我来通知你。下来就是，再下来就是一切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我不找你竟然敢找我。你现在狗屁不是，因为这点手段就能够吓唬我。你可以不信，但你今后准备葬礼吧。你最近会很忙，毕竟你的家人人都要死。该不会神仙出手？东西是神仙给的，自然也能拿回来。替我转告于谦，今晚神仙会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别折腾了，就算你把他抢起来也没用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的靠山可是神仙，他今晚就来找我了，我总不能带在身上吧？不如交给他，让他立刻认个错。想都别想，这个东西我好不容易才得到，还没称霸全球呢。那你把它交给我，我把它带去乡下。你不会是想骗我，想独占我的宝贝吧？我想独占，用得着告诉你洛基的秘密吗？你得把它存好。我们神仙能不能跑国外抓人吧？之前的法器在我手上，到了国外我自然要风生水起。我去找于谦吧。任何男人都会栽在你的手里。你还没死，那你跟我一起走，做我的狗。我履行你的承诺，归还你的一切，但你日后若敢再为非作歹，我必不饶你。他就交给你处置。看我，看我！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、最漂亮的女人。
去行动。你确定这能行吗？我怎么了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我只记得我们被于谦抓住了。你没事吧？好着呢。这于谦真是个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这么久了，神仙怎么还没来？难道今年骗我？早点来也好，免得胆战心惊。你们的神仙靠山呢？就凭你的智商，就想跟我斗？难怪能想出把我变成傻子的法子，原来自己也是傻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？好啊，你和金莲联手来骗我。现在法器在你手上，我不是你对手。知道错了，晚了，我是不会承认错误的。人呢？那是分身符纸。我们现在还是分身，并且每个分身都有法器。我知道你想折磨我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作恶多端，想死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你与国外势力勾结，残害同胞变现，于谦，你真该死。你们给我痛快了，你同意吗？那还用问吗？没得玩啊。他这么可恶，还是便宜他了。怎么？你把我弟弟变回来吧，应该知道错了。不行，再让他改断句。恭喜骆总全款拿下当城九品节度区，成为节度区唯一国。不愧是骆总啊，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这叫什么？我姐夫昨天还在漂亮国拿下千亿订单呢、啊。刚改造回来，低调点吧。哎呀，多亏了洛基啊，为民除害，咱们江城人民啊，可是过上好日子了。洛基，你。洛基，你就是有功，现在可以位列仙班，随我走吧。我没关系的，也不用管我。我本来就是普通百姓，体验逆袭人生一次就够了。做神仙，我不感兴趣。不想做神仙也就算了，怎么连有钱人也不想做呀？啊！哎呀，钱再多有什么用啊？我有你就够了。